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教授，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单手剥一个栗子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颗栗子，我们先变出一个栗子。接下来呢，我教大家怎么剥这颗栗子。首先导播 take 这个栗子，我们需要在这个它的腰部的位置呢，用手指割出一道痕迹，好不好？一道痕迹。然后再转转转，这颗有点失败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剥好了一颗栗子，接下来我给大家，干，你在我旁边吃东西，没有关系，我赶快找，然好，后剪接掉。下来再为大家示范第二颗。现在之前，我想起我朋友跟我说过一个笑话。你们知道栗子掉到地板上会变成什么吗？会变成血淋淋的栗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示范第二颗。我们要呢，先把栗子给变出来。OK，马上呢，好不好？挥挥挥挥挥，好，谈笑间又剥好了第二颗栗子。电视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